各位好，我是余志刚，辉立证券高级业务经理，主板新股华住集团上市编号是1179的正式招股，是中国酒店的营运商来的。咁華住集團咧嚟香港係第二上市嘅，咁計劃咧發行大約咧係2000萬新股，咁10% 為香港嘅公開發售，發售價咧為368蚊嘅，最多集資額大約都係75億，聯席保薦人咧為高盛同埋招銀國際嘅，咁按1手50股計算啦，入場費大約係18586蚊，咁股份咧計劃於9月22日聯交所正式掛牌上市嘅。咁集團咧預計淨集資額大概都係73億啦，當中40% 係用於支持集團資本支出嘅開支，咁加強酒店網，包括新酒店嘅開業嘅，咁以及咧現有酒店升級及持續嘅維護嘅，咁另外30% 咧將用於循環信貸嘅融資嘅一部分嚟嘅，其餘20% 將用於增強集團嘅技術平台啦，咁最後嘅10% 咧都用於一般公司營運嘅。咁孖展咧，而家都開始認購嘅。咁輝立孖展認購咧，截止為9月15日星期二嘅下午3點，全數認購就截止係9月16日星期三嘅早上9點30。新股介紹咁多，多謝各位。以上純屬個人意見，不構成任何買賣邀請。本人余志剛為證監會持牌人，截至本評論發表日為止，本人及有聯繫者並未持有全部及證券之所有相關財務權益。